这个时段我们还是由我们民进党团、我们苏仁和议员、我们施政总质询计时开始。好，谢谢议长哈。所以我想在七贤桥部分哦，刚刚我们讲说你说可以提早完工了哈，那是不是有没有办法在春节之前能够让他通知？跟苏议员汇报哈，因为七贤桥大概因为从现在到过年前至少有六七个月以上，因为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了，我觉得站在公务处的立场会尽量来干啊，能够不是我好好好，我您当然是这样讲，我也知道你一定会这样讲的、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你请随便你叫秘书长讲，秘书长也会这样讲啊，搞不好市长也会这样讲。我跟今天我跟你有论六月啦，我现在跟你讲用古历论论，今年有论六月，所以到过年当中时间是差不多是二月中，大概是这样吧。所以我现在是要讲说为什么你不敢答应，是因为你们认为说一定可以如期完工，但是提早一天也是一天，一个礼拜也是提早完工了。但是我说你要站在我们基隆市市民的立场，跟行走这七贤六和五这三条这个道路很直，很快就可以上高速公路。我说你必须要站在民众的立场，将心比心。如果你天天要跑上下班，要跑那边，或是说因为你的行业，哦，是必须要走这些条路，就是这样。里面还有包括一些骑摩托车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你们当初会把这个工期定到两年？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不是不可以啊，是因为如果我讲的没有错的话，你可以指证这个承包商。这间营造公司也是中山一二路，基隆中山一二路的承包商，是不是同样一个同一家公司嘛？有嘛？对呀、啊。所以中山一二路的拓宽的工程是非常的急迫了，哦，交通流量也非常的大嘛，所以他现在大概也快要接近完工阶段嘛。那你又承包中山一二路的？这一个重大公共工程，也承包七神桥的重大公共工程，老实讲，这个承包商是很好，因为他偶尔会走过去，会跑到服务处来，因为我只要我们那边有讲，我们去跟他反映，他就会来跟我解释哦，这 A 啦 A 啦，外景能挂也景能挂，但事实上，在我的认为是认为说，因为他同时也承包中山一二路的工程，也做我们七神桥的工程。那在这个整个人员跟机具需要的这些工程的机具跟人员的调度，他就会两边要兼顾，没有办法全力来支援这个七贤桥或是中山一路。在我的认为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会认为说，哎，七贤桥，我们清楚七贤桥的这条桥梁是两年的时间。对他来讲，时间上非常的充裕啦、啊。那不然的话，一般的这些营造公司，我紧给你做今后，我资金了加半年，我嘛做以后啊，我可不能紧来做，资金给你而已啊，对不对？那有两三亿嘛，两亿多嘛。啊，所以在这方面，哎，奇怪，伊那唔紧做，他这个对，你俩讲两年，我年半紧给你做。我只跟我来念，但因为一点困难的调度，可能上了调度上，因为他也是要做中山一二路的拓宽工程，现在还在施工，所以他积极的调度就没有办法全力投入七贤桥了。哦，在我的认为，哦，所以在这方面，张处长你是责无旁贷，你必须要，我希望你说，市长还是不是？你讲我跟你讲对不对？会当点的给二月今年春节之前。哦，当然遇到这，如果说在台风期到，
有碰到什么其他事情，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按照目前正常的情况之下，其实你是不是当讲，哎，那都无什么其他的变化，是不是当跟咪讲，哎，今年春节之前把我们七间桥把它盖好，然后来通知。其实你讲我倒，你要讲的话，是不是佮张处长同款？敢唔通啊？你是不是你要讲一看嘛？要讲一下无同款的无？好，谢谢，苏议员的指教哈。我想第一个哈，工程的品质，这个我想工程的一个制作还是尊重工程的一个专业了哈。不过刚刚苏议员提到，这个包商七贤桥的包商跟中山一二路的包商哈的这个关系，我想工期是本来公务处在招标之前就已经定好的哈，所以我想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人会来标，也不晓得谁会标到。对，这个没有意义的。我没有说这件事情包商不好了。对，这是应该两件事情哈。所以第一个是说，在工程的一些设计还有工进上，有一些工进是可以赶的，但是有一些工进可能是急不来的。我想这个民众也必须要能够体谅。那另外就是工程的品质是最优先，一定要顾好。在工程的品质能够顾好的前提之下，我想公务处会积极的来赶工。那目前的一个进度的一个状态呢，是超前的一个状态哈，超前大概有5%左右，所以进度上算是非常的顺利跟正常。不过后续因为会碰到汛期，那另外还会碰到可能台风的一个季节。那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说今年台风的状况会怎么样，会来一个还是来两个。那因为台风来的时候呢，其实不只是台风来的期间会停工，它如果台风大的话，它甚至会对我们的工程造成一些破坏或者伤害，会让工程的进度会延宕。所以这部分都是必须要考量的。那不过我想我们会积极的来赶工哈，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那依照现在的一个进度呢，不敢说农历年前可以完工的，但是在也不会只有提前一天或者两天了。我想提前个一个月，应该是到目前的进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个等大会这个过一阵子我也会亲自的去视察，然后再请公务处跟包商积极的检讨工进还有相关工程的一个做法，那看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尽量的来提前。好，以上说明，谢谢。好，好，谢谢市长。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能够，我说就是站在我们基隆市民跟道路用地的这些人的立场，我们是必须要赶快做。当然要提早完工，当然也要包括工程品质啊，也一定要包括工程品质要符合我们的要求。验收的时候，里面大概都是有这样写的哦。好，那我想哦，再另外就是说哦，我们交理处李刚李处长，我在看了这一次我们预算书里面呢，那么大概有一笔预算有235万，那他的预算你的说明是写说，我们现在我们基隆市头一次哦，这个非常好，我们叫做什么 DRTS， 就是说计程车弹性运输服务，哦，计程车弹性运输服务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哦，中央交通部补助200万，我们自筹款35万，235，那么这个是很好，我们这个计程车的弹性服务啊，他说借由这个计程车弹性服务的运输的计划，那么由固定跟弹性的班次哦，这些班次来提供人口密度比较低的那么偏远的地区这些民众透过转乘接驳哦，然后来满足我们这些比较偏远地区的这些民众来能够就学，还有可以就医啦，或者日常生活上班啦，这些日常生活的基本的这些这个通行啦，这个会非常好。所以我特别私底下问了一下子，那么说以前我们也建议过，说希望说就从我们马林根开始，
马林坑，因为这一条路当然也是比较长，而且又比较宽阔。马林坑、马林坑大，哦，那个土地非常的大，但人口是比较偏远，也比较少一点，人口密度比较低啦。啊，所以这些里面的这些学生就业、就学这些人员都非常的不方便。那因为这一条路，马林这一条路，因为有两线，一条是马林，一条是往马东。那所以大概在我们公车处这方面，大概也是列为了钱呐、了钱的路线啦，对不对？哦，啊，到底要一条，可能嘛，我来爱了啊。所以连接大家，公车处处长，你知影这条钱无？你知道了哈、哦，啊，应该要知道。所以李处长，你是不是可以不可以说出来，让我听听看，是不是可以走我们马林坑的这些道路？马林坑跟马东这条啊，这个是不是示范？哦，是不是示范？当然，这个是中央的钱，那么我们只有少许的配合款。那这样的话很好。那目前你有没有这个规划？那规划到哪里？那往后要怎么走？啊，搭计程车跟搭公车，当然计程车是比较舒服。啊，这个钱要怎么算？你是不是要跟我说明一下？跟你做报告，这个案子是在上一次的时候也是一座，还有那个李明志议员，然后就是整个民进党团的建议，所以三次议会有建议完了以后，我们就跟公路总局去协调去申请。那目前为止，这种定期公车路线用计程车弹性运输，我们应该，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全国第一个啦。那其他还有台东、高雄，他们是不定期的方式去处理，那我们这是定期的。那就针对一些定期客运路线，然后它很低的载客量，那其实因为我们是比较特殊，我们是有公车处，但是公车处的话，它就要负担很严重的亏损，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那公路总局也支持啊，所以这个部分它已经核准，那我们申请了235万，它也补助200万。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先预计哈，先做示范的动作，从703那条路线啊，那我们希望是从那个南七堵站哈，去沿着那个到大华一路哈，到那个七安产业道路，还有到大同街那边，来回哈，差不多有20几公里，蛮长的哈。二十几公里，对。对，那但是这个它载客率很低，但是我们因为这是服务路线，所以没办法说一定要开。那我们希望是借这个机会哈，看是不是可以减少公车处的亏损，然后但是也不会影响民众搭乘的那个权益。那这部分的话，比较细节的部分我们后续再协调。那原则上我们也跟计程车的公工会哈，现在已经有开会协调过了。那后续我们会跟地方来办个说明会，原则上就是公车有走的，那就可以用计程车去走，那不会影响他既有的那个任何权益，但是我们也要控管那个计程车的那个品质，所以我们原则上会是希望以车队的方式，然后用叫的方式，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管是哪一台车，然后它有所有的记录都有，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补助的话也可以进入常轨，那这样的方式可以达到我们原来预期的目标。但是如果在收费上面的话，因为我们是属于我们要补助这些计程车嘛，所以在收费这些细节，那么你刚刚讲说要到地方上开说明会，现在我们的原则规划就是他的负担不会超过公车啊，对，还也就一段票，我们原则一段票，就要他搭15块就是15块，原则上不会超过那个计程车的那个，不会搭超过那个搭公车的钱。好，那你要到地方说明会的时候，因为这我们建议嘛哈，我们争取，那你到地方上的话，你就必须要找我啊，不要说找我啦，把这样太小气，我们基督区的议员都叫了，选区议员一定会找哦，那我们久了哈，好，谢谢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好？我请我们同仁哈。这个打造宜居的城市啊，哈，这个我看我们市长的这个施政总报告里面哈，总报告里面，他第一点哈就提出这个出生人口增加，以及这个移入人口的成长哈。我想俗话在讲，良禽择木而居啊哈。良禽择木而居，在过去13年来，我们基隆市的人口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外流，非常严重的一个外流。
总共的统计有19663人哦，在这13年当中哦，移到其他县市哦，移到其他县市。那么真的是很可喜的话，就是我们在去年哦，已经止跌哦，已经止跌。去年有387位人士呢啊，这个一路到我们基隆市来定居哈，一路到我们基隆市来定居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一个城市哈的一个成长哈，适合居住哈，它当然有很多要点跟因素了哈，要点跟因素。那么我们从啊这个里外的一个网站哈，英国媒体调查哈，他讲到我们台湾哈是全世界哈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哦，是第一名哦，是第一名哦。我想这个部分是啊，让台湾国人哦都感觉到非常骄傲哈，跟高兴哈。当然，我们最主要的部分是有健全的医疗制度哈，健全医疗制度跟合理的这个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合理物价水平。那么在这里呢，本席可能就要先请教我们社会处处长哦，这个啊，我们基隆市的这个生育率啊，以及移入人口哈。其实这个跟很多的因素哈、哦、啊息息相关哦，息息相关。那在这里呢，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社会处处长哈、哦，我们就育婴的方面呢，目前我们的亲子馆方面到底情况是怎么样？你是不是能够说明一下？好，非常谢谢洪生勇议员对这个议题的关心哈、哦。那我想在这个整个人口结构的一个改变上面的话，不管不止社会处啦，其他局处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整个一个生育津贴上面，那这个整个一个水平的一个拉起，那不会有福利移民的现象，我想这是第一个。那之后的话，当然是很重要，是这个一区一亲子馆哈。那在林佑昌市长上任前的话是一座，那现在已经4座了。那今年的话，在年底会有第5座，就仁爱区这边。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实现这个一区一亲子馆这样的一个目标。以上报告。处长好。其实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亲子馆事件哈、哦，就是包括西定45位哈、哦，安乐也45位，圣宝17位，那圣宝信义38，那圣宝信丰是34啊，合计起来应该是179人啊，是不是？是不是179人？对嘛哈、哦？那我请教你，我们去年的出生率是多少人？去年我们。单单一年的出生率是多少？这个在市长施政总报告上面有写啊。我跟你讲啊，去年的出生率是2458人，2458人。那相对性的呢，如果以我们亲子馆来讲，是招收2岁以下的这个啊、幼孩童来讲的话，那几乎有5000多人啊，5000人啊。那5000人，我们才179人的这个啊，这个亲子馆，那当然是非常明显的不足啊。这个部分的差距是不是太大了？我们2年的这个出生率就将近5000人，那实际上我们目前的亲子馆才179人，才179人。那所以说，我们未来规划是一区一亲子馆，一区一亲子馆。虽然目前现在只有4个区域哦，到年底第5间。未来还有2间啊，其实如果真正的一区一间亲子馆，那其实也还是明显的差距太大了，是不是？还是明显的差距太大了？那是不是能够将亲子馆的这个人员的一个编制能够予以扩编？虽然是一区一个亲子馆，那如果每一个区馆的这个部分如果再扩编的话，那是不是人数可以再增加？只要硬体设备环境许可的话，那软体的部分就是设备跟那个人员的部分，只要再增加的话，我们对于照顾我们啊这个亲子的部分，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可以啊比较让一些啊上班族的家庭能够啊将小孩子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托管？我们都知道、哦、现在民间的托育跟这个公家的托育那个价格差很多，价格差很多，那么会造成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不敢生育，不敢生育。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有几个很大的因素啊，当然就是低薪嘛，低薪嘛，高房价，甚至于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是恐婚啊，不敢结婚啊，不敢结婚啊。那当然在后面就是晚婚啊，
满生你就无法度，恁阿你就无法度生出来，无法度生出来。那其实现在中央跟地方都已经知道，这个生育率下降的话，对于国家未来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影响。再过几年的话，我们的人口是负成长，甚至于再过二三十年的话，我们整体的台湾人数会从2300万人降到1700万人。那所以说，未来一个年轻人他可能要养老爸老母、阿公阿妈、阿公阿嬤，可能一个人要养5、6个人。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部分啊，吼，所以在这里呢，本席是建议哦，我们应该要鼓励大家多多生育，鼓励大家多多生育。那你要让人家敢生育，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细节跟我们能够做的部分，我们当然就要去做啊，当然就是要去做。所以刚刚本席讲的这个托婴的这个部分，这个亲子馆的部分，这个是不是处长，我们再研议一下。看是本席刚刚建议的，尽速将一区一亲子馆成立，另外呢，继续的扩编，是不是能够将托婴的人数能够增加？这个部分是不是说明一下？好，非常谢谢洪议员哈。我想这个一区一亲子馆是一定会推动，而且是会加速推动。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您比较关心的，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关于这个新生儿哈，就0到2岁那个属于托婴的一个范围。那目前为止，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公立的托婴中心是2处了，那公私协力的坦白讲也很有限，好，所以你刚刚很关心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新生儿这么多，那能不能挤到那个公立托婴中心来？坦白讲没办法，所以说现在都大排长龙。那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在于说那个中央哈，之前的话对整个托婴中心的补助事实上是退场，好，那因为这个退场了之后，我们在整个经费上也比较难以负荷，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除了这个公立应该这个确定是不足，所以说像这个居家的保姆上面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去开发，我们这个筛选这个合格的这个保姆，然后这个尽可能的把民众他们的这个新生儿把它转接到合格保姆那边去。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东西能够这个促进一个就业机会啦，哦，就是说让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我们基隆市有心投入在这个整个托育行列的，他们也能够托婴行列的，他们也能够啊这个有小孩子可以带，那希望成为一个良性循环，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服务跟福利，它同时也是一个产业跟就业。我想这个目前我们努力在这边。那当然的话，就是说这个公立托婴还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衡量这个财政状况以及这个空间上面，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会努力推动啊。以上说明。好，谢谢处长说明哦。其实哦，针对这个婴儿托育的这个部分哦，其实本席在这里是建议啊。其实我们应该是可以成立这个儿童托育资源中心呐，啊，就好比刚刚处长所讲的哦，就是专业保姆跟托育机构的一个资讯的一个转介。有很多人小孩子生下来，他不晓得是小孩子要找私人保姆或是这个托育机构。那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有成立一个这个儿童托育资源中心来讲的话，将所有的资讯汇集，然后适时的将合格的保姆可以就近的。这个资讯透明的话，让需要找保姆的可以透过这个机制、这个资源中心来做一个寻找，不管是找私人保姆也好，还是找民间机构也好，这个部分都是可以的哈。那另外的话呢，他还可以成立这个儿童照顾及儿童福利咨询，这个部分就是针对相关的一些福利啊，哦，还是照顾政策啊，还是证照的一个考照的部分哦，这个部分可以去做资讯的一个转介的一个服务哦。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亲子啊及儿童照顾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宣导哦，这个部分有很多人他也不晓得说啊怎么样来照顾小孩子。那如果说能够透过网站来印制这种安心啊这个托育手册，我想可以让很多刚开始从事妈妈的人，他有一个手册，可以一个依据，可以来如何来代理这个婴幼儿哦。另外的话，还可以办理托育服务的从业人员的一个研习的课程哦。所以本席是在这里是建议我们社会处哦，应该尽速去成立一个这个儿童托育资源中心啊，儿童托育资源中心。我想这样子的话，对于啊这个啊新生的这个婴幼儿哈，我想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照顾网哦，这个部分是给你一个建议哦。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生育不止婴儿给予一个托育啊，其实上幼稚园哦也是非常的重要哦。来，在这里我要请教我们教育处处长。
来，教育处处长，我想请问你一下哈，我们今年公立的部分哦，总共提供多少的这个啊这个名额？提供多少？谢谢一桌哈，今年总共在那个公立幼儿园的部分，总共提供了3167个名额。那我请，但是后来3167位名额。对，啊，有多少人报名？3764位。对吧？那所以说不足将近差不多啊660，差不多700人是他们是报名，然后他就是被取，对，被取的，对，全部都被取的。但是你想哦，我们这个总体的这个两岁到六岁，现在涉及在我们基隆市的人口有多少人？两岁到六岁的那个本市有涉及的幼儿人数是9243位。9243位。对，那我们公私立幼儿园提供就读的名额，就是公立跟私立整个 total 是那个8328位。好，那我问你，那这数据一相减的话，有915位小朋友是没有学校可以读啊。是啊，怎么办？是，所以其实就是说市府能做的就是，第一个当然是尽量能够扩展，就是我们现在学校附设的那个公立幼儿园。好，那第二个就是非营利幼儿园的方式，就是找闲置空间来设立非营利幼儿园。那可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以目前我们的据点来说，我们的公幼化的那个据点来说，其实我们是排22个县市的第六名的。但是这样子还是不足以去因应，就是本市的那个我们两岁到六岁的孩童。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策略，就是未来的三年我们会逐渐去扩充我们的这个公立公共化幼儿园的一个方式，包含从公立幼儿园的增班、非营利幼儿园的增设，以及就是看未来是不是能够尽量能够做到，假设公立幼儿园没有办法再增设，尽量能够做到每一个区能够有一间的非营利幼儿园。但是就是说这个平衡性我们其实还在抓，因为其实以教育部他希望的是至少40%，可是其实我们现在都超，以基隆来说都已经远远超过40%，那我们很希望能够未来可以达到近5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如果是近50%大概是全国第一名了。好，处长，这个公私比化哦，我们目前是41.56，虽然是全国第六名，然后全国第六名，但是它实际上凸显的问题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小孩没有学校读啊，不好啊，他啊。刚刚我们在讲了，有915人没有学校可以读哎。因为那个其实2岁到3岁，2岁到6岁，这是刚刚的那个数据，也是从你那个数据里面拿出来的。我知道，因为幼儿园其实我们大概就是5岁免学费，这个大家就会尽量过，那其他的其实也都只能就是。啊，其实处长，我跟你讲哦，其实公私比哦，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啦。虽然我们已经达到教育部的40%啊，但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小孩没有学校读是事实啊，是事实啊。那其实如果以一些先进的一些国家，其实人家老早的公私比就是60%的，甚至于瑞典啊，已经达到80%几了。但是我们不谈公私比啊，我们只要有好的学校，我们的学生有地方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是，也就不过就是说，这其实有另外一个模式，一个思维是，其实有一些家长，那因为他其实妈妈是在家里，他其实也会希望他的孩子是在家，尤其是我刚刚在讲5岁以下的很小的那种2岁到3岁，他会希望是在家里自己照顾。没有啦，这个处长，其实小孩子有一个正规的一个教育哦，这是方向才是正确的。你说少部分妈妈在家里带5岁以下的，然后教他一些啊生活常规或一些课程，我想那毕竟不是啊正常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层次啊。我想站在政府的立场，本来就是要塑造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让一个小孩子有地方可以读啊。哦，其实在这里本席跟你讲哦，其实在刚好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啊，这个蔡总统啊，他在讲啊教保公共普及化，他预计要4年投资60亿啊，
就是要在全国成立1000个班级。我想这个部分哦，我想你应该是积极的去争取啊。中央既然有这种政策啊，4年60亿，能够增加1000班的这个班次哦，我想这对于我们啊这个设置这个啊教育的一个那个啊环境哦，不管是公托或公那个幼儿园哦，我想都有实质上的一个帮助哦。这个部分你应该要去积极的去争取哦。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这个部分哦，才会有很大的帮助哦。好，请说。这个让年轻人能够敢结婚、敢生育哈、哦，我想让我们的生育率能够提升哦，不只帮助我们基隆市啊，当然也是帮助整个台湾哦，未来人口一个持续老化的一个重大一个工程哦。我想这个部分哦，是大家应该能够积极的哈、哦、去做那个协助跟处理哈、哦。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移入人口？这个移入人口这个社会数哦，其实刚刚本席讲哦，这个已经有在成长哦，有在成长哦。其实我想请问一下市长哦，你认为我们这个人口移口数会增加哦？这个到底是我们哪一点去吸引人到人家，人家才愿意来我们基隆市居住？不然过去的一个啊13年严重的外流将近20000人。尤其是过去的6年哈，过去的6年，移出人口是12850人，那刚好是去年就是止跌回升了哈。那市长，我请教一下，为什么人家现在愿意来基隆市居住哈？我想这个部分你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的优点在哪里？好，谢谢洪议员的指教哈。我想，人口的移动的原因，其实是还蛮复杂的哈，应该有非常多的一个因素。那市政府并没有对这一部分哈、哦、做全盘的一个研究。不过我想人口的止跌回升，特别是一路的这个人口开始这个翻转哈、哦，我想不外乎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愿景啊、哦、是被期待的啊、哦。那不然在过去其实基隆市的一个房价其实也低。但是人口还是持续的一个移出啊、哦。那现在其实基隆市的整个的一个都市的一个发展，其实包括这个经济面、产业面，更重要的其实是，我觉得基隆人在最近这2年多的时间，逐渐找回对基隆市这个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还有自信心。我想这一部分是会扩散的，那应该也是我们一路的人口。会开始翻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不过更详细的一些细节呢，我想这个有待于哈、哦、之后这个做一些比较详尽的一个研究。不过这个趋势我想依照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确定的。谢谢市长说明哦。因为我在这个市长市政总报告里面哦，并没有像刚刚市长你所陈述的那么详细啊哦，那个你只有讲到说基隆市这2年举办的一些大型的活动，然后这些大型的活动让很多外县市人对基隆市整体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观哦。其实这个部分哦，其实我是建议说，我们市政府应该是加强去宣导，去宣导基隆市存在的一个优势哦。其实我们基隆市哦，在地理环境上里面哦，大家都会讲，就是北北基桃这个大家一个共同生活圈，所以我们的地理条件是优势的，是优势的。另外呢，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一个交通网，我们有铁路，有海运跟空运。其实空运虽然基隆市没有机场，但是松山机场是离基隆市是非常近的，所以这在产业面上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地理条件跟交通这个网路呢是非常好，非常好。另外的话，我们有无敌的海景哦，我们有不管是休闲娱乐观光哦，这个部分哦都是我们的强项哦，都是我们的强项。所以这个部分本席是建议我们市政府哦，应该是加强的去宣导哦，加强去宣导哦。那另外呢，我要谈论一下就是说基金23路这个塞车的问题，基金23路这个塞车的问题哦，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交通旅游处哦，我们李处长，针对交通就是基金23路这塞车的部分哦，我们如何去改善这个部分，是不是稍微说明一下，简短说明一下哈？跟一说报告，就是说事实上针对基金23路哈，我们focus 在基金23路。那事实上之前警察局哈，我们还有公务处也都有配合。
那对针对有一些路口的交通岛退缩啊，那实质调整啊，那这些哈，那事实上我们都已经规划出来了哈。那这部分的话，也麻烦公务处这边已经规划案劳务的已经成立上网了哈。那这后续的话，应该可以结束的事做以上。好，那处长请坐。基金二三路哦，现在我们看起来是一个车道跟一个机车道，我们一都是用两个车道在做行驶的。其实严格讲起来哦，它是只有一个车道而已，只有一个车道而已啊。那所以说，在道仁工业区门口那边有公车站牌，如果大型车辆停在这个候车亭的时候，如果小车还勉强可以过去，大车的话是绝对是不能过去的。那所以说，本席在这里要建议啊，我们道仁工业区啊，还有我们基金二三路所有的这个候车亭，是不是能够做一适当的一个退缩，留出一个公车避车道？如果有一个公车避车道，让公车大型车辆可以停靠的话，不会影响到整体的车流量的一个疏散。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做？处长，请回答一下。根据做报告，就是说，我们水平的部分，就是它沿着基金二三路的前后的位置，哈，我们可以去办理会勘，这没有问题，哈。就是，一座您指示的这个大五轮工业区旁边的那个公车站牌，哈，如果有大车它要转进去的时候，事实上会有一点影响，哈。那如果公车停在那边的话，那右转进去会有影响。那这部分水平的调整，我们可以来调整，哈。那这个争议会比较小，那我们去看一下现场的那个动线。那另外的话就是往后面退哈，有一些是道仁西往那边退的时候，就是这样可以避免影响主线的这个干扰。这部分可能我们再找一下这个水利单位，我们跟水利单位去来确认一下，因为道仁西之前是有淹水过哈，那也有漫出来，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会比较谨慎。那这部分我们好，那个处长哈，我简单说一下哈。我们这个道仁工业区的这个示意图在这边哦。本席一直是希望说，我们基金二三路这个部分人行道的部分可以做闲避式的出去，然后将现有的这个人行道的空间给腾空出来。第一个可以做公车避车道。那本席为什么讲说基金二三路做人行道的一个闲避式，你知道？因为我们基金二三路的高层差跟道仁工业区的高层差有将近超过4米，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会影响到行水区啊，其实这是不对的。如果水真的要淹到基金二三路来讲的话，其实整个道仁地区中仑里全部都淹灭掉了，几乎到中仑里那边的话，那边的高层差将近6-7米。那所以说，如果水位要到基金二三路来讲的话，整个中仑里那边就淹到二三楼了。那所以说，你在讲这个，我们市政府在讲这个基金二三路是做这个闲避式的这个人行道这个部分来讲，可能会影响到行水区，这个是乱讲啊，这个是乱讲啊。其实本席在这里就是要建议你们，会后赶快去研究基金二三路人行道的部分，去做一个闲避式的一个人行步道。另外呢，将腾空出来的这些人行道，以公车避车道的部分来作为改善，来作为改善。另外的话呢，就是工业区的这个路口，那个喇叭口应该适度的一个加大，让很多的大型车辆可以进出道仁工业区，能够非常的一个顺畅。这样子来讲的话，可以整个疏解整个交通量以外，对于产业发展、工业区的发展，也有实质上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部分呢，本席是建议我们市政府会后赶快公务处跟交通旅游处赶快去研议这个部分如何去改善，好，这个部分如何去改善。那另外的话，时间上的问题哦，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产挖处哦，产挖处，这个目前哦，我们道仁工业区哦，道仁工业区哦是民国62年新建的，是第一座由政府这个投资新建的一个老旧工业区。那现在哦，中央有一个前瞻计划，就是80亿，要改善老旧工业区哦，老旧工业区。本席在这里哦，希望说你积极的去争取了哈，不管就是连外道路或是形象的一个改善哈，
这个部分对于产业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了哈。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下次会有机会再跟你谈。好，谢谢。谢谢。我想哈、哦，那接续啊，我们上个小时的那个停车场的部分哈、哦，那个李处长哈、哦，我在大概一个月前啊，在大甘岭地区啊，戴天宫那边有办一个会刊，然后你们啊，这个停管科的科长也过去，就是有关戴天宫前面这个停车场的部分啊，能够啊，希望能够啊增建，希望能够增建。那不管以后是 OT 或 BOT 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我希望能够啊继续推动。确实啊，就整个大甘岭地区啊大型的社区啊林立，然后啊停车位啊严重不足，然后造成啊那个地方啊那个违规乱停啊，甚至于啊有车子啊没有地方啊停摆的啊，这个情形非常严重。那希望能够啊确实来改进的话哈、啊，那这个停车场的增建啊是刻不容缓。啊，问题是就是说啊，整个大甘岭地区要找到一个适当的一个停车位置，确实不容易啊，也没有啊，目前也没有闲置的这些啊停车空间哈 啊能够来增建。那除了这个地方啊，也透过他们的主任委员啊里面的啊委员会的总干事啊，通通同意了。那希望我们研究出啊，市政府跟啊这个啊委员会能够研究出一套啊这个办法啊，迅速的来处理。那李处长，你这样你认为这样可以吗？这个案子啊，事实上算是经过议座在现场会看哈、啊、那我们回来其实有马上就去整理哈、啊、那这个部分的相关的土地的那个权属资料我们也调出来哈、啊、那这部分的话，因为在畜产法里面的相关规定是公有建筑针对私有的土地化要以协议价格方式过来以后才去做畜产的后续动作。那但是这个后续我们还是会跟地方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方式去做，可以做一个解决，因为这是民地啊，一个私地，所以这个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们后续我们再来研究。好，你请坐。好，请坐。啊，我想这本来就是私人土地的啊，私人土地啊，地主也同意了啊，地主同意啊，现在就是说啊，我们呢、啊、政府机关就站在一个、啊、辅导者的一个角色的位置啊，我们啊能够啊。积极啊，啊，请这个啊，啊这个经营者，或者是啊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人，然后啊大家共同啊来解决地方啊地方上的需求了，地方上这个停车的需求，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政府的责任了。哦，那另外的，我想就教育哈，我们林市长就是说，在我们施政总报告里面呢、啊，第32页哈、啊。当然也是我们基隆市的基础建设啊、哦，里头的第七段就是说啊，里头的、啊、第4小段，第七段是完善的城市规划以及产业发展策略啊，在第4小段有谈到就是说啊，拒绝啊罐头游具，然后推动儿童游戏公园改造运动。那我觉得就是说啊，这个标题。非常不错。我记得就是说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啊根本没有什么电子游戏啊，没有什么那个任天堂啊，也没有什么那个 iPhone 啊，所有的手机的电子游戏啊，几乎都是游戏的话，通通都几乎都是户外的运动比较多啊，或者是远足啦、啊，或者是去旅行啊。那因为我本身出仙洞，小学的时候我如果能够去啊戴天宫啊。大甘岭那边啊，去那边演出啊、旅行啊，或者是啊，来中正公园啊，所谓现在的希望之丘啊，都会公园。如果能够来这边啊，我的妈妈又帮我带了两个面包啊，还有一个啊，一个便当的话，我这样就非常高兴了、啊。跟全班同学啊，然后搭着车子，然后啊走一些路啊，然后啊到郊外去呼吸新鲜空气，到公园里面去玩的话，这样就是最棒的。我想我们那时候的年代是这样。那现在的小孩子不一样啊，现在小孩子啊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就会玩电子游戏啦、啊，
你像我迄个查某孙啊，三四岁呢了，我买电脑、iPad 啊，算安尼，真好点，真好算，都把他引导去啊，这个罐头食玩具去了，拢把这些囡仔拢引导到那边去啊，所以造成我们现在会有很多宅男宅女这种现象，哦，而且还会产生出那个症结这一种怪物啊，对不对？年轻人啊。他跟社会，他都跟没有跟社会很少出来接触啊，他的行为都已经偏差了，整个思想都已经改变掉了。你现在整个社会要再引导入正轨是很困难的、啊，很困难的。所以啊，这个应该是从小哈 就要把他这个环境啊，就要把它塑造成那个。所以我们要改善生活环境，要改善生活环境。改善啊，提供啊，他们适当的这些啊，美丽化的这一些啊，游戏空间呐、啊，休闲呐、啊，休闲的一些空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你在第四段里头啊，就是说你有谈到，在今年的三月啊，你接见了啊，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基隆分部啊的妈妈们的陈情，然后你也当场允诺。将拒绝没有特色又不好玩的这些罐头玩具啊、游具啊，在推动基隆市儿童游戏公园改造运动，并成立跨局处的小组规划特色公园，来符合孩子们的期待。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这一点非常好。确实，咱的囡仔真可怜，真可怜啊！没有适度的这一些环境，让他们那个去。那个，当然我也谈听过，就是说市长哦，准备在七个行政区，基隆七个行政区里面呢、啊，推动啊这个一区一特色公园，一区 一特色公园。当然你在报告中你有谈到，就是说希望之丘都会公园哦整体的改造计划哦正在规划当中，另外啊，坐落在七堵区的百福公园啊也将成为指标的案件。那你在整个报告只谈到这两个地方，啊，当然其他的行政区呢，我们在你的报告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所以当然说，你希望就是说将来这个都会公园能够啊在学校旁边，哦，啊，然后啊，啊这个在各地方啊找出啊啊自己不同的特色的邻里公园啊，甚至于融入啊学校的课程。啊，让我们的孩子自己来设计属于他们呢、啊、需要的这一些游戏场所，哦，这个是非常好，非常好。那我觉得就是说啊，这个特色公园啊，在整个中山区的部分或其他的区域啊，市长你个人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是特色？是我们中山区的特色是比较属于劳动阶级的，过去都渔民很多，码头工人很多。然后啊，这种特色还是这个地理位置的上面的一个特色。我想这个部分呢，我请教市长。好，谢谢市议员的关心哈。我想接下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市政的工作哈，就是基隆市的儿童游戏公园的一个改造运动啊，这个从今年度我们会开始来推动。那为什么这个事情重要呢？因为其实在现在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那其实家庭的一个生活，刚刚市议员特别提到亲子之间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机会比较少，特别是很多的电子的还有包括这些资讯的这些器材出现哈，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提供给我们的市民还有小朋友更好的一个游戏，还有增加亲子还有家庭这个紧密关系的一个空间跟环境。所以好的游戏场的设计是很重要的，那它应该我们期待它有几个面向，第一个要好玩，第二个要多样，那另外就是它也简单容易来进行相关的一个维护，那最后更重要的其实是参与也就是市民的一个参与。所以刚刚市议员指教说，在各区的特色公园，第一个它的地点在哪里，这个工作我们现在是要求区公所去评估，也提出各区的一个特色公园
要来这个琢磨的一个地点。那另外就是市民的参与，也就是这个特色公园应该由民众自己来参与，而且那市长，那个特色公园您预计大概几年来完成呢？我们如果现在开始规划呢？是我们如果今年各个区公所提出来之后，今年就会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跟设计，还有参与。我们希望在明年的时候呢，能够开始来启动，能够开始动工。好，请坐。谢谢。当然，这个特色公园呢、一区一个特色公园，应该是你未来这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政策之一了，政策之一了。在过去的你的政见内容里头未必有这一点，但是你能够在这一届能够把它完成起来，七个行政区最少做一半以上的话，那会符合很多各区民众的需求的需要。我刚刚有说第一点，你这个特色公园最重要就是要改善我们基隆市的这些市容环境。我们确实市容环境很多地方都真的是很不好看，很不好看。如果你能够让公园在每一区都有一个公园在那边出来的话，那真的对整个环境改善非常好。你像很多人买房子很喜欢买在公园旁边要么就在学校旁边他绝对不会喜欢说我买房子买在那个乐市场旁边或者大市场的旁边差个屁一定很多人很喜欢在公园旁边。所以这个特色公园你来推动的话，能够积极的来推动，能够在两三年这个任内把它完成的话是最好的，最好的。另外他又提供市民很多适当的这一些休闲游戏的一个空间场所。为市民同胞不出你不会点工这里都要去希望之秋行到这里，我都在中山区，我行到家来行过远但是我在我住家的邻近，在我本区里面就有一个小公园，到那边也是一个人开杠去这里享受这些分多金享受这些好的空气品质。当然这样，在这里我也想跟市长郑重的推荐我们中山区的一个适当的场地，适当的场地来作为以后我们中山区的一个特色公园的一个位置。因为毕竟我也民意代表这几十多年这几十几年在地方上也服务很多年了，几十年以上中山区中山一二路将来完成以后那路很宽敞，很大条，很大条。中山一二路、中华路、文化路、复兴路、西丁路是我们中山区一个环状的一个主要干道，主要干道。那在这个环状的主要干道这个当中又有两所学校是在马路旁边，不远的马路旁边，像德尔国小，像中山高中，就在文化路的临近的边啊。在这两个国小，这个国中国小旁边的文化路，刚好有一块土地，刚好有一块土地。这一块土地我刚刚有 copy 了一下给我们市长看这是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北区分署基隆办事处来了一个公文，来了一个公文。因为这块土地临近在整个文化路的旁边，刚好是要进入到外木山文明路的路口上面的旁边，就在大马路的旁边。如果那个地方能够将来作为特色公园这个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当地的里长也好旁边又有国小，又有完全中学，中山高中完全中学在那边。如果那个地方能够作为未来的特色公园那个位置真的是非常恰当。开车有要过就看得到开车有要过就看得到桥都还有要过你也可以进去，就在旁边，就在不远。然后你要去外木山要去看大海的你还会经过那个公园。
那也在德和国小的旁边。这个地段呢、啊，在我们中山区协和段1152-8号地号这个国有土地上。那我们的建筑位置啊，应该是怎么样？那个地方是文化路，基隆市文化路150巷，文化路150巷那一块空地，那一块空地啊，过去我们跟里长、跟李干事啊，我拍拼一直整理，一直整理，希望跟国有土地、国有财产局啊，能够跟他承租下来，或者跟他无偿使用啊，借给地方啊，作为美丽化的这一些啊，这个用途。当然，我们很乐见，就是说，去年105年12月8号，我们中山区区公所哦，行文啊，向国有财产局啊，啊，金融办事处啊，提出申请，然后啊，这个申请啊，也经过他们今年度啊，这个啊，106年4月7号发文，就上个月啊，这个啊，国有财产局发文来了。他说，有关贵所申请受托代管基隆市中山区协和段1152-8地号国有土地办理绿美化一案，请于106年4月20号前减还用印后契约书一份，表示就是说这块土地国有财产局已经答应了，要委托我们中山区区公所来代管。他的年限是两年。其实这一块土地啊，已经在那边美丽化很多年了，只是过去啊没有啊行文，过去啊国有财产局啊他没有行文说啊他委托中山区公所代管。那现在啊正式的公文啊来，已经来函了。那这个公文来了，我想啊借着这个公文，我们除了跟他完成契约以外啊，也希望就是说啊，特色公园将来能够设立在那边，那个位置真的很棒。起定位的时候，你怎样你都有啊？位置你知道吗？位置你知道吗？应该知道哈，就是要进入外木山文明路的路口，在德和国小旁边文明路的路口，路口的旁边就是旁边那一块空地，也非常宽广。它这个占地大概有1000坪左右。占地大概有1000坪，算蛮宽敞的。它全比的面积是3149平方公尺，那受托管理的面积大概是2300平方公尺，受托管理当然是不大够了。那如果涵盖旁边的这些麒麟土地的话，应该是足足作为一个公园绿地啊，啊，在那边做一个特色公园啊，非常适中，非常适中。不管你去要去海边外木山，去那边看大海也好，去那边啊给他吹海风也好，还是你说你开着车从那边经过，都会看到这个公园，都会看到这个公园。同时当地啊的里民啊、哦、大家是举双手赞成。啊，那个所在就是离咱的区公所学校的旁边，所以那个地方如果能够啊，本席在这边呢建议，能够这样作为我们中山区的一个啊一区一特色公园的话啊、哦，那个是真的是非常棒。嘿，正在这里遐看会到，大家拢看会到，嘿上座的哦，林佑昌任内啊施工完成的。当然，我也希望就除了我们中山区以外，各区啊类似的这一些特色公园啊，也要积极来推动。这是好的物件。这是好的东西，让市民同胞直接有法感受到说啊，这个绿色执政啊，品质保证确实啊不一样。马上一区给你做一个公园，让大家啊有法就近啊去啊吼休闲去啊游戏，不用说大老远都要去找公园啊，去找对啊景点。我下班时间我来去那哦，看一下矿泉水来去啊，坐一下纳凉，饮一下水，哦，但咩跟人卡一下好难，哎，嘛是真快乐的一天啊，真休闲的一天。所以，咱希望讲市政府
那个市长这个市政报告啊，这一点呢、啊，真的是啊非常好，非常好，那能够啊尽速的来推动，啊能够尽速的推动。那我想我们联合总执行总共再去啊三点钟久嘛，哦三点钟久啊，这是第二点钟久，啊第三点钟你别讲。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哈。到，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这个时段还是由我们民进党团我们市政总咨询，我们计时开始。好，这个时段还是我们民进党团哈啊施政执行的时间哈、哦。那在这里呢，我就请教于我们产化处哈、哦，产化处。那针对我们基隆市哈、哦，目前有两个工业区哈、哦，有两个工业区，就是六堵工业区以及大武仁工业区哈、哦。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哦，要提升就业率以及一个产业发展。在一个县市城市里面，那当然工业区占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角色跟一个地位哈、哦。那么本席在这里想请教于我们产化处处长，针对我们未来大武仁工业区跟六堵工业区，我们有什么刺激或是协助的一些方案，能够让我们这些产业界呢，在我们基隆市能够增加他们的一些这个啊营业额啊，或者说提供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好、哦，让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市民有一个啊工作的一个场所，这个部分是不是说明一下？跟玉州报告哈，感谢那个关心我们的基隆的一个产业发展哦。那基隆在那个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里面，目前所做的会大部分都比较目前传所谓的一个传统产业的部分哈、哦，那但是整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在改变哈、哦，一些产业的一个技术也是不断的一个提升。那目前就大武仁工业区跟六堵科技园区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可能会先进行哈、哦，进行一些盘点哈、哦，盘点诊断。然后我们会再去宣测，哦，然后再做一个媒合的一个动作，哈、哦。那第一个就是说在盘点过程当中，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我们的企业他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因为怎么这样来说哈、哦，有一些业者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个发展目前这样他是觉得很好，但是其实有一些企业主他们会觉得说他也要很积极的一些。开拓，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盘点过程当中先了解我们企业主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进场去协助他真正要的那一个部分哈、哦。那接下来抱歉啊、接下来的部分就会针对这些需求部分，他有力有未逮，需要外部资源来协助，不管是资金也好，技术也好，或甚至市场的开拓也好，那这时候我们会在有一些顾问专家会进场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协助，所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的一个企业啊、会往比较新的一个符合国际潮流的方式来运作，所以说这是我们未来这比较打基础工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那至于说有一些部分可能看现在土地虽然说厂房土地虽然不是说还有很多，但是事实上还有空间，那我们会引进一些比较新的一些那个新的产业进来，包含像那个智慧科技产业这等等的这一部分进来，来做一个整个基隆产业环境的一个重新再一个塑造。好、哦，那这样来的话，我们刚这几天一直在谈的说，基隆整体的一个发展里面，我们不仅仅我们的建设是做得很好，我们要有里面要有一些软的一个诉求，让我们整个市民他会因为在基隆这边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可以做一些发展，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应该会等于说硬体软体兼顾里外兼顾的往下走以上做一个简要的一个报告。谢谢处长哦，你刚刚谈论到几个重点哦，几个重点请坐哈、哦。这个大武仁工业区跟六堵工业区哦，其实成立的时间都非常的早期，都非常早期，
甚至于六都公约区是民国49年、4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以区域重划的方式把它划为一个工业区，然后由这个啊民间企业去做投资哈、哦。那大武仑工业区是更特殊啊，更特殊的，它是我们全国由我们中央政府直接新建的，直接新建。民国62年的时候，那时候新建。那你不管是从六都工业区或是大武仑工业区，从62年到现在超过40几年了，40几年。那么过去我们基隆市的一个因为港口的一个啊蓬勃的一个发展，那那时候我们基隆市周边的一些产业哦，尤其是大武仑工业区，大部分就是一些啊，比如游艇啊、造船业啦、啊，或是原木木头。那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整个区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部分哦，他们的建蔽率跟容积率就是70%跟200亿，70%跟200亿。我想跟其他县市很多工业区的这个建蔽率跟容积率是相等的，是相等的。但是呢，现在事隔40几年哦，事隔四十几年，现在产业面的一个发展哦，从过去的传统产业已经提升到啊生物科技或是电子业，生物科技跟电子业，所以他们很多是需要一些无尘室哦，无尘室。那相对性的呢，以这个建蔽率跟这个容积率呢，就已经严重的阻碍到产业的一个发展，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都知道哦，这个土城工业区哈，土城工业区，它也是从过去的70%到200亿的这个建蔽率跟容积率哈，目前已经提升到560%，560%。那我们可以发觉到说，有很多先进的一个产业，都已经进驻到土城工业区哈。我想处长你应该很清楚。包括整个鸿海总部都移到那边去了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基隆市的这个啊土地面积130几平方公里哦，其实平常去讲，这个土地面积是不是说非常的大哦？那也很难得，我们辖区里面就有这两个这个工业区嘛哈，有这两个工业区。那既然我们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工业区的面积没办法增加。我们既然没办法增加的话，但是我们相对性的，如果以建蔽率跟容积率的提升，如果提升一倍的话，就等于我们各多了一个六都工业区跟一个大武仑工业区。我想以建蔽率跟容积率来提升来讲的话，对我们产业升级、产业发展是有最实质而且最直接，马上立竿见影，能够见得到成效。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我们市政府？哦，我们各局处联合起来，积极向中央来争取，我们大武仑工业区，哦，甚至于啊、六都工业区，我们这个部分的建蔽率跟容积率是不是能够来提升？这个部分是不是说明一下？好，有关那个整个工业区的一个发展，哈、哦，正如刚刚一座所提到的，土城工业区这部分，确实是一些大的一个企业集团进驻，哈、哦。那对它整体的一个发展啊，比方刚刚讲的鸿海或正威啊、等等的这一部分，我过去去那边有去深入的考察了几次，去深入的了解。那个不过它因为它整体的一个规划里面，它只到包含它的一个马路的一个拓宽等等的这些考量啊，全部加起来之后，所以它可以在那个容积率跟建蔽率有一些大幅的一个提升。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在那个大武仑工业区的部分啊，其实大武仑工业区除了它本身大概是29公顷，那个六堵工业区大概那个50几公顷，那大武仑工业区它的一个外围啊、外围其实还有一些土地啊、还有土，虽然都是山坡地没错啊，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到那么陡啊，它是有发展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在做整体的一个规划里面，把这个区块再做一些那个扩编的话，应该是有可能。不过这有涉及到那个中央，还有我们府那些其他的单位，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是可以去努力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发展，应该是可以在那个大武仑工业区这边哈、哦、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哈、哦。那六堵工业区的部分呢，它是因为它的面积本来就比较大一点，那边在做一个比较整合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组织哈、哦，应该会有一些大的改善。这个时候我们要吸引那
这些大厂进来，他们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区块的功能是符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才会强。我想在这个整个规划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再跟一些大公司，还有一些国际型的公司做一个联系。那应该双管齐下的话，到时候会在同一个时间点做一个汇合，比较快速能够为这些整个基隆的一个产业带来新的活力。以上报告。谢谢处长说明哦。其实请说，这个中央哦，他不会主动去了解或知道说地方性的一些工业区的一个需求跟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市政府的一个责任哈，我们市政府的一个责任，我们应该要将我们整个的产业面的一个发展跟我们所碰到的一些瓶颈哦，就像刚刚处长你讲的，好，我们应该可以将我们这个部分哦，然后虽然主宰权还是在中央啦，但是我们如果提出有力的一个理由跟争取哦，我想未来这个部分或许可成型啊，或许可成型。如果真正的农机率能够达到560哦，我想对于我们未来整个基隆市的一个产业面，哦，跟一个就业率方面哦，会有非常大而且实质上的一个帮助哦，非常大一个实质上一个帮助。尤其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失业率哦，目前应该是3.9吧，3.9哈，远高于全国的一个平均值啊，全国的平均值应该是3.75，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哦，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去努力哦，共同一个去努力。我想这个部分就是针对这个产业面哦，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一个去争取哦。另外的话哦，就是中央有这个前瞻计划哦，我记得应该有一个80亿的这个预算哦，就是要改善老旧工业区哦，老旧工业区哦。我想这个部分哦，因为既然有这个预算的一个经费哦，我想我们应该积极去争取啊。刚刚本席有讲过，道仁工业区以及六里的工业区都是一个老旧的一个工业区哦，在老旧上来讲的话，全国是没有其他县市能够比得上哦，能够比得上。那么目前我们刚好又碰到一些产业一个蜕变的一个改变期，那所以说我们更需要借由中央的力量来改变我们现有的工业区的一个状况。好，来扶植我们工业区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里本席是建议哦，我们产化处哦，跟我们市政府积极的去跟中央哦，争取这80亿预算里面要有适度的经费提拨到我们基隆市来改善我们大武仁工业区跟六堵工业区一个老旧工业区的部分哦，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处理吧哈，这个部分哈。好，那再来呢，我想要请教一位市长哦，过去常常市长也顺应地方民情啊，一直要争取我们这个新山水库大武仁运动休闲公园哦，大武仁运动休闲公园。我想事隔差不多2年了哈，这个部分我想要了解我们市长这边规划到什么样的期程，然后未来这个愿景这个地方上的一个休闲公园能不能有可行啊，这个部分是不是市长你说明一下，因为很多民间这个朋友都在询问说，哎，起定要带咱家起一个运动休闲公园啊，啊，那渐渐有听声，啊，到这久拢无声音哦。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我们市长稍微说明一下，我们进程已经进度到哪里了哈？这个部分请说明一下。好，谢谢洪议员的指教哈。有关于大武仁这个运动休闲公园的一个进度哈。我们在去年编列的规划的一个经费，那今年开始会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的动作。那在应该是上个礼拜我也亲自跟都发处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个同仁以及中央的一些委员亲自到这个大武仁森林运动公园还有包括新山水库去视察。那我想原则上这个规划的一个方向是非常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同哈。那我们之前在思考几个东西，大概会包括这个整个的就是我们的棒球场哈，还有周边大武仁溪周边，那以及我们那边还有一个里民活动中心在那边，那怎么样整合然后整体来做规划跟运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希望去评估
是不是我们的极限运动场，以及是不是有机会第二个室内的运动中心能够在这个地方来设置哈。那一天我们大概评估大概看了之后呢，其实未来我们是可以分阶段来做进行哈。所以现在规划已经今年在执行当中。以上，谢谢。谢谢市长说明哈。刚刚市长也提到哈，未来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规划一些室内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会馆嘛，哈，就是室内的一个运动会馆哦。本席在这里也是真的非常的支持哈。我们都知道基隆的气候多雨，那么现在的一些运动休闲人口又持续的一个增加。那如果能够在我们大五仑这个区块新建一个室内运动场所，好，大五仑地区新建一个室内运动场所，我想这个会加惠所有安乐区居民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地方哈。我想我们都知道，市民朋友有运动上来讲的话，对于身体方面，对于我们看医生的次数都会减少，那相对性的也是帮我们国家节省很多的这个金钱哦。所以这个部分本席是非常的支持跟认同哦，希望我们市长哦应该要积极的去促成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那另外的话，就是在上个会期哦，本席也一直在讲哦，我们安乐路二段啊那个天桥啊，我们什么时候要拆除？我们都知道哦，最近这一两年市长针对市区的一个天际线哦，很多的老旧的一些脏乱的一些管线哦，已经去做一些清理哦。但是你如果说使用率非常低非常低，而且几乎没有人走的这个天桥哦，应该也要适时的一个拆除啦。我们看到仁武路的那个天桥拆除的时候，整个天际线都市景观都改变得非常的漂亮哦。那因为上个会期本席一直在提案要求我们市政府这个安乐路二段这个天桥，那我不晓得那时候我们市政府有讲说，经过评估汇报后之后，如果适合拆除的部分，我们会去做拆除。那我不晓得现在我们评估到怎么样，到底拆或不拆，然后什么时候拆，这个部分是市长再说明一下。好，非常谢谢洪议员的指教。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案子哈，所以现在正在进行规划当中。好，那第一个是安乐派出所的拆除的部分也在这个案子里面，所以我们大概会进行几个部分。第一个是安乐路的人行的环境的改善，第二是这个天桥的拆除，第三是安乐派出所拆除以及那个交通动线的改善，第四是长庚医院旁边的这一座桥梁也会做，顺便做一个把它做一个改善的一个动作哈。那现在正在做规划设计，今年会完成，应该就会开始进行工程的一个进行。哦，谢谢市长。那表示说今年哦，我们不止那个天桥了，连那个旧的派出所以及周边的一个人行道的一个工程哦，都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改善。哦，我想这个是值得嘉许的哦。我想这个部分对于周边的一些居民跟商家商店哦，我想他们会非常的高兴哦，非常高兴。另外的话哦，我们都知道现在都非常流行的一些休闲景观步道哦，休闲景观步道。那么我们都知道哦，这个在麦金路啊，跟刚刚安德路二段的周边哦，其实我们那个莺歌溪哦，就是富锦天下那一边那一段到那个圣德桥这边哦，还有自强桥这边哦。其实我们那边周边的环境哦，之前我们已经有投入了，也改善了哦。那么现在那边的居民哦，因为我们都知道那边有很非常多的集合式住宅，不管是富锦天下或丰中天下，很多的一个集合式住宅有非常多的这些人口哦。那么他们一直希望说，那个莺歌溪周边哦，能够新建一个这个休闲景观步道。我想这个部分，我想请我们市长是不是？这个部分能够去做一个规划，让一个市民朋友多一些这个休闲步道或是骑自行车的一个步道，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可行哦？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市长说明一下？好，谢谢洪议员哦。我想这部分先请我们公务处张处长说明，谢谢。谢谢洪议员的指教哦。
大五仑溪大概靠近自强桥，然后德胜桥不一样，那个区块之前大概后面大概都有留防汛步道，就是防汛步道的环境大概不太优了。我觉得后面的话，我们也会想办法去找一些经费做那些所谓的那个区排的一些环境的改善，看能不能达到那个洪议员所要求的部分。以上先做说明。刚刚处长讲的只有区排，就是排水的部分。那其实本席在讲哦，就是说河堤上面的一些啊廊带，其实现在目前很多的一个宽度啊，都非常适合新建这休闲步道。其实它是有空间的。哦，我们是希望说这休闲景观步道是在河堤外面上方。哦，并不是在河堤的上面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处长你可能误解我们的意思。排水的一部分，我们绝对是不会去干预的，就是说在河堤的外围上方，不影响排水的情况之下，新建做一些适合人行或是脚踏车的一个休闲景观步道，我想这个是可以提升哦市民的一个运动跟休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方式哦，跟场所。我想这个部分哦，可能还需要我们处长哦跟相关单位稍微会后再去研议一下，如何来改善这个啊休闲景观步道能够新建。我想这是集合大家甚至于当地的里长长期的一些声音哦。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要积极的去处理哦。那我想就把时间留给明智啊哦，因为好再。我想哈，一个早上很大家很辛苦的针对公共议题在做探讨，在这边准备一个余讯节目哈，大家稍微缓冲一下，有奖征答，答对的我送你一包乖乖。现在绿色乖乖是最夯的一个产品，它代表你的政务可以绿灯直行都不用停，哦，代表你可以一路顺畅。好，来。我有三个问，来，我们如果这看不清楚哦，是不是 Q 近一点，把它拉近一点好不好？那个上面的控制室，再近一点，看得到吗？还是我要拿到前面去给我们那个局长看？看到英文字吗？来，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再拉近一点没关系。来，上面主控室，有办法拉最近的是不是？好，我换个方式好了，我放拿三个，拿到前面去。看李刚处长帮我打一下，看懂吗？懂。对，一个是音译，一个是意译啦，哈、哦，看得懂吗？好，我把答案都公布出来了。市长拍摄你可唔对啊？你知无？今嘛是暖冬峡谷。好，那当然没有错，我们秘书长猜对了，暖冬峡谷。好、哦，暖冬峡谷 OK， 音译在这边。这也是暖冬峡谷 ，OK， 大家看到了哈，那个待会三包乖乖送给三位哈。好 ，OK，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哈，同样代表暖冬峡谷，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不同指示牌，有三个不一样的英文。第一个部分，这在哪里出现？这在六二快速道路。等一下，我对照一下哈。第一个在八堵路的圆环标示牌这边，暖冬峡谷是中文，它的英文叫 North East Coast。事实上，市长答的英文是对的，哦，东北角海岸，但是它上面给我写的暖冬峡谷。
好，第二个秘书长答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在62快速道路上面的指示牌。好，他是用英译的暖冬 Valley。OK， 这是对的。好，第三个暖冬峡谷，这个实际上是公车处正的站牌啦。哦，他用英译很妙哦。他讲是温暖的东边，温暖东边的峡谷啦，就叫暖冬峡谷。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再看后面的哈，来，我们刚好主席在这边哈，七度，我看到三个不一样的英文 ，QIDU， 七度，哦，这个公车处的站牌，在同样看到那边 CIDU， 七度火车站 ，CIDU， 也是七度的意思，在 CHIDU， 咦，又是七度，但是一样是公车处的站牌哦，你针对七度邮局跟七度国小。两个七堵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好，那感谢大家哈。我想跟大家破这个题的意思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发现到尊公你也是阿多啊？尊公你是阿多啊？你来基隆逛街找地点，你也蒙蒙喵喵，你完全找不到地方，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识别。所以这件事我要请教一下市长，您对目前基隆这样的一个现象，不晓得什么高见什么看法？好，谢谢林议员的指教哈。我想这个的确是我们基隆市，其实也不只是基隆市，这个应该是全台湾各县市哈都有的一个状况跟现象。刚刚第一面哈，那个林议员是不是可以翻到第一面？这个看起来就是不同的单位哈，在不同的年代所设的不同的一个标示哈。右边那个暖冬，那 warm is 的那个是有点离谱了，那个其实不像，那个不算英文的英文。那这个上面暖冬的那个应该是可能是交通部公路总局设置的哈。那下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单位的一个设置，所以这个显示说我们在相关的一个地理的一个位置的名称其实是没有统一的。那在不同的单位在做这个标示的时候哈，产生的这个问题哈，那包括刚刚讲那个第二个暖冬 valley 哈，那个应该英文也是错的哈，那个峡谷不是 valley 哈，那所以我想这部分是我们基隆市的确现在存在的问题哈，那我们也会请教育处哈，我看应该是要整合各个单位，包括交通。观光局包括公路总局以及相关的一个标示的一个单位来做处理。第二个另外那一面七堵国小的这一部分，这个又另外一个问题了哈，这个是应该是通用拼音跟汉语拼音所产生的这个落差哦，那你说它对不对，在拼音上它可能都是对的，但是陈如刚刚林议员所说的，在外国人来讲的话，他会没有办法做分辨哦，所以我想在这一部分，我们应该也是必须要做一个统一。不过最后我要讲，就是说，因为基隆市的相关的标示，不管是交通的标示还是这些地名的标示，它的数量非常非常多，而且一二十年来，其实大大小小，然后不同的名称也非常非常多哦。不过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是我们要下一个决心，可能要花一大笔的预算把这些做一个整合。非常谢谢林议员的这个提醒，谢谢。感谢市长哈，那所以我就直接就教于我们主管机关那个教育处李处长哈。针对刚才市长所讲的，我相信105年度并没有编列这样类似的预算，那有没有机会在106年度增编这样一个预算，来整个整理我们基隆整个指示标示所有的结构，包括整合各部会，诚如刚才市长所讲的，高速公路局、公路总局、观光局所属的相关单位，包括台铁都可能是我们设置标志的这个主管机关。那但是在地方主管机关的概念之下，应该由交旅处来统筹这样的一个单位，做跨域的一个协调，把所有的标示做统一的整理。我想这是需要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举个例子哈，105年度去年我们基隆港升为国际邮轮母港，大概进出口的应该说旅客来的人数大概70几万人，基隆港务分公司在今年预估会达到突破83万人，
那如果这些外国的好朋友进来基隆市参观，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引导系统，试想他们要怎么样进行他们的游览，或者是说更进步的深度旅游？来，那个处长，麻烦你帮我回答一下。真的这个问题哈，那事实上，在交流整个案子，我们来统整，这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责无旁贷哈。那针对我们交旅处部分的话，路名牌的部分，我们分别在1999年还101年全部盘过，所以，一座您这上面应该是没有，就是说我们自己交旅处设的路名牌，但是各单位因应它需求的时候有增设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来统整哈。因为这也是我期待的，就是说如果各中央部会、各交通单位机关没有办法做整合，事实上应该有个单位跳下来做整合，但你不可能期待交通部会跳下来帮忙。所以依照地方主管机关的职权，我希望能够主导应该是我们基隆市府单位主动去做联系，不然这件事情丢好几十年在那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各唱一人一把号，各唱各的调，永远不能整合。我希望你是那个指挥啦，把这个交响乐全部把它统整在一起，让有办法形成一个很美丽的乐章。没问题，这个部分因为依照我们基隆市也有定那个办法哈，就是相关你要设这个路名牌的时候，事实上，窗口是在我们这边，我们要核准。是。那有可能以前的时候，针对这外单位的话，英文的部分我们没有去做仔细的管控。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去做全部做一个盘整哈。那另外的公车处的话，那个公车站牌的话，我们再跟公车处讨论。所以我想处长，你会丢一个时间给我啊？就是说，在你的能量可以执行的部分，大概什么时候这会有个很具体的答案？说，也许是半年、一年，甚至很难两年。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成果的方向？有没有这个提成出来？有没有机会给？这个部分哦，因为我原来七个人，我走了两个人，我到现在还没有人可以。我知道你很辛苦了。我半年内 OK， 那我是希望连同预算一起编下来了。没有预算不能做事情呢。预算的话，原则上这些部分，大部分是外单位的。这部分我会要求在今年，我们希望今年的预算里面看可不可以各单位就匀支出来，那在他业务费之用，我们不希望到还要编到明年。OK， 感谢。那顺便我连带提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讲到暖冬峡谷哈，这也跟你们业务有关系的，就是说暖冬峡谷它外面连外道路就是基福公路，那我们都知道基福公路是暖暖人心里永远的痛，它是一个穿越性的交通，它带来了繁大的交通量，没有带来地方的繁荣，原因是什么？它是穿越性的交通。从高雄下来直接走东势坑，直接上基平隧道就出去了，就到双溪去了。所以我们在地有一个声音，我也提供我们处长做参考，原则上有没有可能像水南洞一样，在我们的高速公路的终点，也就是八堵交道那个地方，还有个蛮大的空地，就是我们东势暖暖溪，那叫暖暖溪，汇流就叫暖暖溪，两侧有蛮大的所谓的停车腹地，有没有办法整理成所谓的小型车停车场，在那边形成一个转运点？最好的简单方式是利用目前公车处的603公车开往东势坑的公车，继续往上面延伸，走到哪里？可以走到十分旅游服务中心。我 Google 算过，4.6公里，6分钟，来回12分钟，加上下车点，总共15分钟。你多15分钟的时间，你在假日，他们有办法开这样条线。我再讲一遍，在水源桥那个找一个腹地，够大的腹地停控，让一般的游客的小型车可以在那停，在那边形成一个接驳系统，由那边假日的时间由603公车把它载运到平溪旅游服务中心，让本来想开车的人不用再开车，我们有交通大众运输工具可以帮我们把这些游客载上去。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有效的解决目前东势坑台二丙线基福公路拥塞、假日拥塞的状况，这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如果那边形成产业点，人会下来，就有机会在我们的市区、暖暖市区形成消费，把人驻足在那边。提供给处长做参考，你可以不用回答我为什么这事情，这个案子很 rough， 很粗糙，但是开始总要有个方向。我提供你这样的方向，帮我们试试看，来想想有没有机会这样做。下个会期我们再来讨论一遍，好不好？感谢你，坐下。那个，我要逛吗？讲就好了。好，不好意思。
其实啊、哦，我是沿着这个我们林园的议题来讲啊。最近呢，这个因为基隆变成一个这个游轮的母港，也有了很多外国的背包客啊，经常在市区的里面穿梭了啊。其实我们所有的路名也要一并检讨，也要一并检讨，真的是脱离了我一般的使用习惯，一般都是罗马拼音比较多啊，对不对？他现在都用汉字拼音，都脱离了我一般我们的使用的习惯了，啊，所以说朋友，我常常讲说，你就叫我们下一期龙师要高中生，将来明年他们都不会念，我都不太会念了、啊，那看起来足奇怪了，这个很拗口，很足奇怪，啊，所以说因为很多的标客都是拿着那个 Guide Map 在那边找地方啊，这不一样啊，所以说很多路名真的也要改，啊。像我们基隆这个，你说往这个中正北路也可以通瑞芳，往上冈山也可以通瑞芳，从八堵那边也可以，那个店内也可以通瑞芳。光瑞芳的这个字的拼音啊，有好几个版本啊，都有好几个版本啊，啊，所以说我就希望说这个要检讨的时候，也应该连路名一并检讨了。本人曾经也提过了。这个我印象中好像处长说，这个交通部好像有统一的这要用汉字拼音呢、啊，啊，我觉得应该跟着潮流走了，啊，因为这个要适用于一般的罗马拼音，我觉得对我们的整个观光产业比较有注意了，而且人家易看能懂了、啊，易读能懂了 啊， 以上建议，谢谢。市长，本席就那个海洋科技博物馆哦，应该本席无想要讲，用本会当然已经有讲过啊。但本席哦，感触比较深嘛，因为我住伊啊嘛。海洋博物馆哦，科技博物馆哦，延伸海参馆嘛，规面都是会起，会做的方向的，有要做有要做。因为本席这几十年来哦，对八岛人对希望期待。那个没，个没失望，应该当初用。本身这个五六年来哦，上个月才坐林市长，李正市长，好在李市长，就当然个林市长嘛。这当然这款钱哦，当然是中央啊讲出来，但对个人未来，反正成败对个人未来的帮助不哩大。这本身说话已经会差足一年啊，因为是期待是无差，这五年来就建馆了、开馆了，他讲。地方没有得到其力先蒙其害，但这几天这半年来就过年来就看，对本身的楼下行到一百步的高位啊，海参馆哎被停起来，所以我常常讲就在意，我在意就总质疑讲，您到底是要去还不去？当然我话解释，这中央的代志，不是地方的啊，但因为地方的关系啊，先别个地方这里有关系啊，所以我要请问。那教育处处长，伊到底哦，这间海洋，你请坐一下，你看海洋哦，包括信仰都是偌济年，是偌济钱，有保证金啊无？啊，鬼灭这到底是会去还袂去？我哋咪在请市长做一答答我哋，市长到底是去只有偌济年？啊，总标金嘛是偌济钱？啊，是有阿标金啊无？嘛你简单。明了说过。谢谢一座哈。对那个海科馆的部分哈，它其实是就是是委托给这个庆阳他来经营的。那整个合约是29年哈。那现在今年刚好是迈入第五年的一个期间。那整个权利金是20年是6.7亿。好，那这个案子。只有那个主体的部分是属于 BOT， 其他都是 OT 啊，所以它这个就是水族馆，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这个海参馆，它其实是由庆阳它自费，就是当初在招标的这个文件里面，这是它得标的一个必然条件，它所自己提出来就是会盖一个这个水族馆，那原来定的工程是希望今年在5月里面要能够落成，那。
只是因为现在就是落后了。那我知道部教育部好像是也已经开始开发了，而且限期要再拉在六月中要改善完毕。那看起来他六月中是没有办法能够改善。那这个案子是按照合约是可以连续开发的哈，是每一次就是开发10万，那最多可以到1000万。那教育部同仁今天也特别跟我说，还科管这边有特别回应，所以他们会看。你看，你讲我明白，就是有没有保证金？没有，它就是权利金。这权利金都多少？29年6.7亿。那权利金没有保证金啊 ？OT 和 BOT 怎么区分？它就只有主体是 BOT， 其他都是 O， 其他是属于 OT 嘿。本身来讲，你小姐，这间哦，庆阳稳妥的，没有什么错。这张文件哦，基本是所了解。因为本来在工地里本身的楼卡，这么拢彩色，拢彩色，起一半，起超那个超过5%的，地基不好啊。因为可能一个因听的我基本是所了解哦，已经提早啊。安尼这个工程，如果海生馆如果没有建造完成呢，本身该报警啊。海科馆过3年随便。忙啊管呐，比如文史馆，因为这么来游客，他们家非常的少，人家来弄啥？朝金公园、环保绿色公园、万有谷绿色公园、海洋科技博物馆，就监管个单位去，完全的，我上面当然管嘛，我上面管，因为用教育性的，他谈不到什么特殊的所在嘛，啊，所以。参观的人哦，都无很济，所以我建议讲哦，咱无提保证金，干提权利金啊，我感觉这样哦，规划一定要帮个拖啦。所以市长，你对这唔对？你对吉阳未来期待50年啊，啊50年以后才可以做这通道，将近60亿的工程，放落如果当然当出钱，但地方规划是地方的经营的嘛，对市长对咱的影响绝对非常的大。像我咧看的哦，如果你有什么？如果庆阳公司，我知影伊母公司一定标到咧烈田舰队啊嘛，烈田舰嘛，因为标到了后，因根本无该即看再来嘛，看再来，所以用本小姐你讲哦，小市长，你做些大工作，即如果庆阳公司，如果亚团来帮你海生馆无什么去了，那你有啥办法？哦，是咪？当然啦，这主宰权是在中央嘛，是咱也当欢迎，啊，中央欢迎。有什么真落的设施，我都叫这海科馆、海生馆的来，让继续来经营，来继续完成。这样，请求你要到这哦。好，谢谢詹议员的指教哈。我想这个案子，不管是中央、地方都非常的关心哈。也诚如刚刚陈处长所说明的。这个案子是中央教育部的一个委托的一个案子哈，也是一个促参的一个案子。那它分成两个部分，其实两个部分也是一个部分的哈。第一个就是委托营运，然后第二个就是海生馆的一个 BOT 的一个案子。那这两个中间其实是有连结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海生馆它没有办法盖完的话，那海科馆的一个营运。也一并会做，也一并会依照契约做这个终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站在中央的一个角度，因为这个是中央的案子，不是地方的案子哈、哦，就是说，我想教育部应该也是依照契约，依照原本的一个合约下去做执行哈、哦。对于地方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它能够尽快的来完成哦。不过地方政府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工具可以来要求海科馆或者是说庆阳做任何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不是契约跟他打合约的一个单位所以不过我们会将地方上的一个急迫性来跟教育部来这个积极的一个请求，那希望也透过我们的地方所选出的立委那关心这个案子，希望还是让他能够这个依照原本的一个合约来推动完成哈，因为我想如果说庆阳把这个海生馆不盖下去，然后这个海科馆也被终止合约的话，我想这个
会造成三疏啊，也就是教育部跟庆阳还有我们地方上的期待都会造成三疏，我想这个是我们不乐见的。我们还是期待说他能够进去的尽快的把海生馆新建完毕，那做一个最好的一个营运哈。因为我们调和街的转运站，这是市政府我们的配合的一个计划，我们也正在这个积极的一个赶办当中哦。所以我想调和街转运站是我们能够去负责去努力的。那至于海生馆的部分，我们会跟中央哈积极的来做反应。谢谢。谢谢市长，但是市长啊，这是不哩严重的代志，因为这款物件都海生馆无起性，因为这虽然中央起来讲在高顶嘛。高点嘛，对的对的，是没有交给地方来讲的，对点的发电一定做阻碍嘛，对不？因为你边啊，一寡停车场还没点建设的，对不？你别再说你一切所在发电边，全是已经相输了嘛，民别到乡乡民哦，应声再到，大家离婚哦，其一估计还够蛮做个离了的。如果这些不继续给你种，总是在控制废物、废气变低啊嘛。规尾当然你讲，当然这个物件经营的哦，不是个人，不个人主导是教育局主导来讲。但是伊啊，迄个做无成时，对个人未来的发展以后，拢连带关系嘛。所以我市长想认为讲，物件建，唔能干呐建议中央啊，尔应该你有什么更加好的想法出？当然拜托你立委，当然争取。但这当然做不成，也罢工嘞。生意人就抬头，生意有人做，了钱钱无人做嘛。而且有别里啊较好诶事业也罢工嘞。但伊啊拢卖起诶时，可能迄块土地市政可能有另外使用不一定啊，还是会使用。但伊起一半，干那起一地基罢工嘞。我市场上有什么啊？咱你安尼讲诶时，咱调整去转善，比如说咱拢免做啊嘛。对不？所以我市长就认为讲，伊嘛你较明确的。如果伊还是中央无来做，伊无做，尽量无做。中央啊，我底下拢无迄落事，你有啥？我开迄落办法，请你我答不着。好，谢谢詹议员。我想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哈，跟海科馆跟海生馆的关系是中央跟。这个庆阳的关系，我们基隆市政府跟庆阳并没有契约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只能透过间接的一个努力或者间接的一个要求，去要求教育部、要求中央积极的依照合约的一个精神来处理这个事情。那站在我们地方上，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政策工具可以去对庆阳来做施压。我们过去整个的一个配合，大概就是市政府是在做配合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当初海科馆、海生馆要落点到基隆的时候，那当初基隆市政府有承诺，包括调和街转运站的一个新辟，这个大概是地方政府我们去配合中央在这个政策上的一个推动。那现在海生馆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想我们也都很关心。那刚刚詹议员讲的所谓的停工的一个这种情形呢，刚刚陈处长也有讲，最新的状况是庆阳还是跟教育部说他会去把这个工程来完成，那是不是属实？我想我等这个会期完了之后，我也会去现场做勘察了。以上，市长，谢谢。你讲的责任归属的问题，我本身嘛真正了解啊，但是我想对吉阳同仁未来哦，绝对有影响的嘛。这边也算，比如81年的扩大瑞西的轻轨啊，也做不成，而且咪喏，那也买中央做的啊。我意思我懂这款物件，懂对家人，这物件起的家人嘛。我希望市长就下半年当立委方面会当讲，会当可以完成同我哦。但是经营到咧，我都当我趁钱不趁钱，另外一码事啊。哦，迄个是当然要照照监督，但迄个物件去底下干地拍地下时喏，对地人的绝对是就损失的所在，就变成了了。谢谢。休息了，提早休息。我们市政总咨询。好，我们今天市政总咨询到此结束。我们下午的时段，希望大家准时出席。好，我们现在休息。